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王俊凯。我是 TFBOYS 王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杨千玺。请青少年和朋友们和我一起关爱耳朵，关注听力健康。3月3日是第18次全国爱耳日，支持听障儿童公益救助活动，愿大小朋友们都能够健康聆听，幸福一生。青少年儿童安全是日常学习生活中的重中之重，听力安全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部分。让我们为聋儿送一份礼物，让听障儿童能听会说。防聋治聋精准服务，安全用耳，保护听力。关注青少年安全教育，守护青少年安全成长。